谁是谁邀请的当年的空降，用什么理念去雕花的栋梁，长城爬满了古老的围墙，用什么理念去长出太阳，物是人非，梦是无恍，容貌一老，年月太长，夜雨秋来秋之长，清风一阵失落伤，雾终于释放，别后静音无恙，花在阴寒天各一方，一纸情书泛黄，雾终于释放，别后静音无恙，花在阴寒天各一方，一纸情书泛黄，相见不相忘。相见。